你最快乐的一个瞬间是什么？2023年快乐的瞬间有很多，就是这猛的一说吧，说个比较近的吧，就是打更人杀青的时候，和或者说就是拍摄打更人的过程吧。嗯，那有为什么事情哭过吗？杀青杀青的时候确实就是很感慨，然后那个情绪就涌上心头，幸福的眼泪，也可能是一个不舍的眼泪，或者说也是一个就是完成了这个自己很看重的一个这样的角色的一种自豪啊，我也说不太上来，就比较复杂的一个感慨吧。嗯，你是每次杀青都会哭吗？其实也不是，就是分情况吧。